敬礼两名和尚，敬礼沙迦净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同修本尊，莲华童子。师母，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网络上的同门，今天我们的主要贵宾是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秘书长廖东洲大使夫人裘迪师姐。中国中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庄敬耀医师，还有欢迎各位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唔乖，唔乖晒。Thank you for coming。See you next week。Next week。See you soon。吉乌顺，那么我们今天是同修莲华童子本尊法。那么莲华童子啊，是在以前根本没有人讲到莲华童子，后来就是我在被带到这个天上界的时候，我才看到莲花童子。那么这个瑶池金母在耳朵旁边跟我讲你的过去式就是莲花童子，以后我才他给我的这个法名才叫莲生，莲花化生的意思，莲花化生的意思。那后来才开始发觉，原来敦煌敦煌的那个石窟里面敦煌的石窟里面，原来有这个释迦牟尼佛，有瑶池金母，有莲花童子，三尊并排在一起，三尊并排在一起，并没有说释迦牟尼佛很最高，瑶池金母中间，莲花童子在底下，并没有，就是三尊并排。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原来真的有莲花童子，而且是他们甘肃那个一个大学，甘肃大学那个叫什么？兰州大学，兰州大学他们有莲花童子研究，他出来一本书，里面有莲花童子，
他们直接称呼莲花童子，所以莲花童子不是说我凭空想象突然之间有的啊，不是这样子。那么从此以后啊，啊，越来越多出现的莲花童子，像那个香巴拉国第一代国王，第一代国王是文殊师利菩萨。文殊师利菩萨的第一个儿子啊，他的一个儿子就是第二代的香巴拉国王，就是白莲花王啊，就出现了白莲花王。另外还有很多很多因缘指示莲花童子在这个世间啊，非常的这个普遍。另外敦煌石窟里面呢、啊，非常多的每一个洞窟里面都有莲花童子，所以是最普遍的。是结果以前那个好像也没有人写过，到最后呢，我有看到一本经典啊，就是自心流露的经典。那部经典里面就是所谓的真佛经，那么经典里面呢、啊，全部写的都是莲花童子的过去世的一种因缘啊，莲花童子存在的那个因缘。那这个就是莲花童子了，而且他的感应非常的快啊，感应非常的迅速。那么出现了这个莲花童子，也是因缘所生法啊，有了这个因缘，以前不知道有莲花童子的，从来也没有人提过。后来这个跟我讲了这个莲花童子以后，我亲耳听见，而且非常的清晰。以后很多的莲花童子这个的过去的历史全部通通都出现啊，这也是一个在这个人世间应化非常大的因缘，也就是这个听见跟看见就支撑了我啊，支撑了我自己本身的道心。如果我没有在天上看过莲花童子，没有亲耳听到莲花童子，那等于是都是我自己本人编造出来的啊，这个谎言就太大了，这个谎言就好像弥天盖地的谎言了，就是啊 I kidding so many people， 就是我欺骗吧啊，是不是我欺骗了很多的人，但事实上我是亲眼看到莲花童子，也亲耳听到莲花童子，是这样子的。所以莲花童子是啊，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啊，莲花灯，莲花灯里面有一个歌词，你们听过莲花灯没有啊？听过莲花灯，他是讲莲花童子从来不虚伪，是吗？从来不虚伪，所以就是啊，非常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它支撑我的道心40年啊，40年没有中断过。
不止四十年哦，44年呢、啊，支撑我44年，啊，道心从来没有退过。如果我退了道心，大概什么都没了。所以道心非常的坚固，就是因为你亲眼看到了，而且亲耳听到了，而且也到了玛哈双莲子、莲花童子的净土。这莲花童子大家都听了很多了嘛，对不对？而且有莲花童子这一本书啊，这一本书出来了嘛，是印送的，是那个法明啊，张明聪，法明同修会这个张明聪，他去研究莲花童子，然后把它印了成一本书啊。我们这里有这一本书吗？有哈，雷藏寺有，西雅图雷藏寺有吗？哦，这一本书既然是中委会只有一本，啊，阿弥陀佛。哎，啊，有两本啦、啊，啊？大灯没有寄过来，大灯没有寄过来，就在大灯那里。哦，就在大灯那里，还没有寄过来是吗？你是一本还是两本？啊？你有一本？我有几本，几本好几本。哦，你有好几本，啊，拿出来送人啊。哎这个我想了半天，原来我们西雅图的章是只有一本。所以我们这个中委会应该有所谓的宣传部嘛，有没有？有宣传部吗？文宣部嘛，哦，联合是文宣部，也应该要倡议呢、啊，啊，也应该倡议这个莲花童子的根源，莲花童子的根源，我们在讲这个大圆满法的时候啊，曾经提到，这个、大圆满法其实也有戒律的，也是有戒律的。那么这个戒律呢，一般我们谈到戒律啊，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的很多的戒律，五戒啦，啊，八戒啦，不是猪八戒，八戒是有，是八关斋戒啊，还有五戒、八戒，这个有沙弥戒，出家的有沙弥戒。那么有这个比丘戒啊，比丘尼戒，另外还有菩萨戒，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这个戒律啊，学佛的人都要守这个戒律。在邪密教又有所谓密教根本十四堕啊，另外还有四十法五十颂。那么这里啊提到了几个戒律啊，就是大圆满的六个很大的戒律，大圆满六个很大的戒律。这个大圆满法一般来讲是上根器的人修的，其实它有九个次第，九个次第。那么九个次第呢，最高的就是所谓的这个阿底瑜伽、阿努瑜伽跟玛哈瑜伽，这是最高的，这是属于最高层的这个修学。那么从佛教的声闻圣开始，声闻圣
圆觉圣、菩萨圣，再来密教的四部、行部、瑜伽部，再来最高的所谓玛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刚好是九个次第，刚好是九个次第。那么最高修的就是修这个玛哈瑜伽、阿努瑜伽跟阿底瑜伽。那么最浅的就从声闻、缘觉、菩萨，一直到了密教的四部、行部、瑜伽部。那包含了所谓上根气修的、中根气修的、下根气修的，啊，各种因缘不一样的人修各种不同的法，比较适合。其中这个有六个根本舵，啊，六个根本舵，大圆满法六个根本舵是有。那么第一个，我讲第一个根本舵，就是贪利养。你贪名、贪利、贪名、贪利，都是属于根本舵的。你贪名，你实际上不到那个位置，你讲说你已经证到了什么，那是贪名呢、啊、实际上你还没有修正，你说我早就修出正量了，那就是贪名。还有呢，贪利啊，不应该你得的你把它拿来，这个就是贪利，这个都属于根本堕啊，就根本会堕落的。第二个，自己赞扬自己，毁谤别人，自己赞扬自己，毁谤别人，很多人都会这样子做的，我的最好，他的不行啊，我的最高，他的比我低，就自赞毁他，就是根本堕。因为真正你到了大圆满，你会知道自他平等，没有什么高下之分，没有什么高下之分。到了最高的境界，你会知道原来自己跟别人都是平等的，没有自己很高大，别人很渺小，没有这回事。如果你自己赞扬自己，毁谤别人，那是根本堕，根本堕。第三个就是不布施啊，你根本就是你听到应该随喜布施的啊，你不布施，嗯、啊，那个像那个我们雷藏寺最近有说为米而走啊，为米而走的这个为米而走是救济，好像是说贫穷的一般的老百姓为米而走，你听到了。你这边听进去，这边出来，我自己又没有什么钱，为什么要布施？人家要布施我才对。如果是你有啊，你没有，但是多少也没有关系，你出一点钱就是随喜啊，多少出一点应该不会怎么样吧？这再没有钱，你出个两块钱也好，啊，美金两块钱，美金五块钱都可以，啊，多少布施就是随喜。你听到了而不布施，这个也是根本多，因为你要帮助别人嘛，你作为一个你菩萨，你要修行就是要布施嘛。不是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吗？哦，
这个你没有钱没有关系，拿一块钱也可以，甚至于你说我根本没有钱，连一毛都没有，那、啊、你去叫别人布施，你说哎，我没有钱，你去布施吧，那个也是有功德啊。你叫人家布施，表示你心里有布施之想。这没有布施的，那也是在大圆满法里面也是根本堕，不忍受。也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忍受这个人、那个人、这个、那个他，或者谁不忍受，是不行的。我什么原因不行呢？你不是讲自他平等吗？既然自他平等，你就应该要忍受，要忍辱了、啊，要懂得忍辱。不能够忍辱的，不能修大圆满法。那别人写一篇文章起来，是影射你的，哦，你气得暴跳如雷，哇！修行人就是要忍辱，你能够忍辱的，就是啊很好，就是不受这个。你不能够忍辱，那就是修大圆满法，或者你开悟没有彻底。你开悟的人就是一定要忍辱的。为什么要忍辱？因为根本没有人毁谤你，你要懂得。根本没有毁谤这一回事，所以应该要懂得忍辱。还有第五，你跟人家打架，修大圆满法的人不能够跟人家打架啊，也不能够跟人家吵架啊，吵架也不行，打架也不行。你大圆满法你修成了，到了最高境界了，你还跟人家吵架，跟人家打架，这不像话人啊，根本不像话的。舍弃大圣菩提心，根本堕。大圣菩提心啊，大圣菩提心包含了很多的，包含了很多啊，要慈悲啊，要这个，你把它舍掉了，你根本跟凡夫一样，你怎么能够修大圆满法呢？我们讲一点这个大圆满法里面的一段啊。莲华生大士在莲生上师禅定之中现身，给莲生金刚上师授记摩顶，并且说，莲生金刚上师未来严正了西方极乐世界玛哈双莲池的佛土，将来众生皆因此得度化。莲生上师的庄严之相，即莲华生大士的不恶之德，说法不但利人利天，连小圣邪人也境界皈依。莲生上师举大华鼓，吹大华雷，所度众生之多，在未来被称无二。莲华生大师以前他讲了这句话，那么事实上证明啊，今天的真佛宗弟子啊偏不全世界，已经没有办法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这个我们有时候不必算的。这个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啊，算人数，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有两个抢匪啊，到银行去抢钱，拿着枪哦，到银行去抢钱。他一下子砰砰几声以后啊，大家都趴在地上，喊说：“钱交出来！”那出纳就赶快把钱放在桌子上，然后他就去拿。另外呢，拿了出纳的这个钱，还翻到银行里面，把里面的钱全部收刮走。这个全部收走了以后啊，这个他们两个抢匪啊，就说：“哎，我们要二一天作五啊，一个人一半，一个人一半。那我们来算这些钱，这样子。”那个甲就对乙讲：“其实我们不用算啊，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他们就已经帮我们算好。”啊，师尊讲了这个，我们不用算。这个有一个国家，我现在只是讲有一个国家啊，没有指哪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他已经帮我们算好，我们生活中弟子在那个国家有多少人？啊，那个国家的那个公安呐、啊。啊，警察啦，啊，公安啦，早就帮我们算好了。我们在那个国家有100万个弟子，100万个。Just one country have the 1 million people。啊 ，1 million people 这样。啊，单单那个国家就有100万了、哦。你想，我们生活中的弟子真的是不少。嗯，我没有讲出是哪一个国家。所以莲华生大师所讲的，对的，所度众生之多啊，在未来被称无二。我们还没有结束啊，未来被称无二，就是我们度的。很多的意思的，莲花生大师已经讲，这本书很早就写了、哦。这本书是我这个第几本啊？第56本，56本书现在是241本，242本。是民国82年8月再版，它是再版，比这个更前面了。现在民国几年了？你看那时候所讲的，哦，这一本是民国82年8月再版，那距离现在多少年？21年，所谓再版就是以后书卖完了以后，它再印，称为再版，称为再版。所以比这个更前，可以讲20几年前，莲华生大师就这样子讲，啊，印证说莲华生大师所讲的便没有错。这个将来度的众生非常多的。好，我讲个笑话吧。这哪里是笑话？他说有一个小胖啊，敲敲小狗的头问：“我最常爱吃的那个牌子的零食叫什么？”小狗的回答就是旺旺，这是相应啊，相应。小胖又敲敲小猫的头问：“人们常去什么地方拜神呢？”小猫就回答：“庙庙。”
对啊，都是相应的。那小胖最后问青蛙，爸爸的胡子长了长了怎么办？青蛙回答，刮刮刮。这是相应的意思。其实所谓 Yoga 哈、Maha Yoga 就是大瑜伽，就是大相应。阿努瑜伽就是讲的是讲相应法，相应法。像我们今天修莲花童子相应法，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跟莲花童子相应，相应在一起。啊，刚刚师尊在修法的时候，这个莲花童子，他出法身莲花童子出现在虚空之中，那么也放光、白光、红光、蓝光，啊，那自己又变成莲花童子。那么莲花童子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两个莲花童子合成一个莲花童子。那你们如果能够在这个我们同修的时候啊，也能够这样子，哦，也能够这样子的，那你有感应到莲花童子进到你里面，你自己变成莲花童子，这个时候再来持莲花童子的咒，坚固莲花童子在你里面，你也感应到了，那这个就是叫做相应。啊，这个讲第二个笑话。妻子叹气，哎，怎么一个家庭主妇永远有做不完的家务？这丈夫就讲了，没办法，你又不同意我再娶两个。哎，再娶两个。他这个笑话是写着再娶两个，那就三个了。啊，最近我非常的辛苦。这个当然了，我在家里，我们家哈、只有两个人，因为小孩子都搬出去了，小孩子在美国那个西雅图的家，这佛亲他已经嫁人了。他当然搬出去，佛妻也娶了三女，佛亲嫁了 Andy， 那么佛妻娶了三女，他原来是住在那边的，以后又搬，他自己盖了一栋房子，啊，自己住在一个家里，两个孙子也跟着，都是，所以我们家里只有两个人。啊，师母这个忙着做她的家事，非常的辛苦。啊，永远有做不完的家事。那我也跟她讲，啊，师母今天不在，我有跟她讲过，你就是不要，你多几个人帮忙嘛，对不对？多几个人帮忙不是很好吗？哎，他就是不肯，我一定要自己做。那有很多事情，他就这样说：“哎，你来帮忙这个啊，想到简单的啦，我也不能做太那个，就是每天把垃圾拿出去那个垃圾桶丢，啊，等到垃圾车来，你要拉到门口，然后你要到门口去拿信。”都是我的工作啊，就收拾垃圾啊，怎么样子？然后这个洗碗啊，洗碗有时候这个吃完的这个碗啊，我一看放在这个那边，我就自己去洗啊，通通都洗。啊，有些有油的，就要用一点清洁剂啊，这个清洁剂一点点。这样子把它洗，然后要洗干净一点，不然清洁剂留在碗上也不好，让化学的动。那如果没有油的，这样我就用那个
那个一块四四方方的那个，就把菜啊菜瓜布啊，把它擦一擦啊，这个调羹啊，啊 chopstick 啊，哈、哦、筷子啦、啊、碗啊，因为两个人嘛，那个东西不多，还要洗锅子、啊，这是我自己洗，我自己洗就简单，这吸地板嘛、啊。那师母吸来大便，剩下一小片，他就把这个吸尘器放在那里，他在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我说不是有四个武共团，台湾有四个武共团的人要来吗？那你就让他打地铺睡在家里啊。哦所以家里很好的，然后每天叫他运动运动，啊，把我们这个车库啊清理一下啊，或者那些这个院子啊，这个打扫一下啊，家里啊，这些都可以叫他们做的。他说不行，不行哦，那么严格啊，因为武共团都是很年轻很漂亮的，所以他不许可。如果是一个。他只许可一个人，可是这个人不会做家事，这个人是谁啊？慧君上师。啊，慧君上师在哪里？啊，请他站起来。啊，面向我。你手背伸出来给大家看。我的天啊，慧君上师他就容许他在可以，他可以，但是他不会做家事啊。对啦，哎呀你呀、啊，我讲过，我在美国是买汽油啊，我只有买一样汽油而已，加油啊 ，gas。go the gas station, buy the gas. 啊，另外呢，我在台湾就 buy the water, 矿泉水，买水啊。我一买回来，这个我水奇怪，我明明买了七桶，怎么突然间少了两桶？哪里去了？原来慧君把它带回家。带回他自己的家喝啊！你这个有没有良心呢、啊？我辛辛苦苦抬上我家，结果你把我带回你家。还有师母讲说，那个讲了一句话，他说：“慧君啊，你来这里哦，帮忙师母，在台湾的时候了，你来这里帮忙师母，那。”冰箱里的东西啊，你想吃什么你就拿吧。我吃的东西都被他吃光了。天哪，原来他是吃零食专家。他把我的 ice cream 都吃掉了。还要把我的坚果也吃光了。然后我坚果一大桶在那里，他就拿起来就勾勾勾勾勾勾，全部吃光。哦，冰棒啊！总之，你把我家的东西都差不多吃光了。真的，他不会做家事，真的，师母看出来他不会。你会做家事吗？啊，一点点 ，just a little bit。一点点有什么用？这个啊、哦，其实我们讲起来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处啊，每一个人都有用。慧君当然他有他的这个专长啊，他的文章写得很快，他的网路做得很好。还有他的专长，
然后他这个在 order 这个跟餐馆之间的联络 order 的副啊，非常有这个专业的精神，做得不错的。其实每一个人，我不是自赞毁他啊，不是自赞毁他，自赞毁他是不可以的。我是毁他又赞他。回答又赞他，对不对？这个就抵消了，就不是根本堕。有一个记者问最后一名跑到终点的运动员：“你跑了最后一名，是不是没有进？”这个运动员很激动地说：“怎么能够说没有进呢？你没有看到他们前面七个人被我追得一直跑吗？”所以人都是有用的，最后一名也一样到达彼岸。所以我们不能够自赞毁他的原因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成佛。在《大圆满法》里面已讲得很清楚了，每一个人都是佛，每一个人将来都会成佛，只是快跟慢。有的人他早就知道这条路怎么走，有的人还在摸索，就是这样子而已。其实到最后呢，都会到达目的地，大家都会成佛，所以叫做平等，没有差别。那个不用打架，也不用吵架，反正每一个人都会成佛，就是这样子。有就是时间早晚而已啦，因为众生都有佛性，就是算强盗啊、土匪，甚至于所有的动物，所有的这个好像说飞禽，他们每一个都有佛性的，按照大圆满法里面讲起来都有佛性的。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本生经里面，他也转世过，他也到过三恶道，那么他也转世过变成动物，像鹿、象啊，他所谓象王也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鹿王也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他也曾经转世为这个，所以他在那本生经里面，他有提到，他也曾经做过天人啊，天上的人，也曾经是一个鬼，也曾经是罗刹，啊。所以他哪一道他都转世过，他有他的本生经在里面，他甚至是天，有时候是鬼，有时候是罗刹，甚至到三恶道，甚至他也曾经是转世为动物的。所以任何一个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他的过去是所有的本身全部显示出来，不管你怎么样，你都是可以成佛的。这是大圆满，才叫做大圆满，不然就不叫大圆满了。哦，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了。啊，有一个人呢，家有喜事，宴席的时间快要到了，却只来了二十几个人。他很着急地讲：“该来的都没有来。”结果这些客人听了，就觉得他们是不该来的，心里想：“如此，我们岂不是不该来的？”于是就走了十几个人。
主人见了很心烦，心中很慌张，又说不该走的都走了，其他的客人听了也都全部都走，只剩下一个最要好的朋友，他对主人说，你不该对客人这样子说。主人说，这些话便不是对他们讲的。这唯一的朋友一听，心想，既然不是对他们讲的，那一定是对我讲的了。他也只好走了，就没有一个人来。啊，这里有很简单的一个启示，我们讲话啊，这个不可以舍弃大圣的菩提心，我们是要度众生的，要度众生的。佛陀时代他制定了一个戒律，这个戒律很重要，这个尊重尊比丘众众生，尊比丘众众生，就是尊敬出家人，重视在家人，这是佛陀制定的戒律。对于比丘、比丘尼，啊，我们都要尊敬，啊，所有的人，这个在家的都要尊敬他们。对于这个优婆塞、优婆夷，就是在家的，都通通要重视，就是比丘跟比丘尼一样要重视这些在家的，不可以说我比丘就很大，很尊贵，很尊贵。所以以前啊，有一个家庭从德国来的啊，你们有从德国来的，一个家庭从德国来，啊，他们要到西雅图雷藏寺。那他们就坐公车，坐到那个湖边那一站，那个司机就跟他们讲，啊，你们最近雷藏寺的这一站就是，他们就下了车，然后他们就打电话到了西雅图雷藏寺，说我们是德国来的，坐公车到了萨米米西湖的最近的这个站，我们下车，很多行李，你们能不能派一部车把我们的行李载到庙里面来？这个法师一听就讲说，我们是法师耶，我们法师是很尊贵的，没有去载那个载家居士的这个道理，法师变成开车司机，那们在家即使坐上车，没有这个道理。他是叫他，你们已经很近了嘛，你们就把行李拖到西雅图雷藏寺，他们本来准备住一个月的。哎，到最后怎么了？这件事情知道吗？最后的结果是怎么回事？啊，到最后他有去住旅馆，然后他们本来要住一个月的，后来决定，因为好像没有人载他们到，法师讲了这个话以后，他们就决定只住一天或者两天这个样子。到最后我在法座上讲，法座上讲出来，我说不可以这样子。那佛陀制定的戒律是，比丘、比丘尼应该尊敬，那么众生、大众也要重视。我们是在度众生，不能舍弃大圣的菩提心。我们是在弘法度众生，他们是第一次来美国。然后我讲了以后呢，他就到最后就住了一个月。啊，这件事情
台湾雷藏寺也发生过一件事情啊，我有一个，我在隐居的时候，然后我渡来一个台湾十大企业的企业家，企业家啊，他们就问我说要买你的书呢，要到哪里去买？我说台湾雷藏寺有，你到台湾雷藏寺去买，可以买到我的书。这样啊，他们就轻车简从，而且穿得很朴素。其实他是十大企业家之一，全世界上都有他的企业，很大的。到了台湾雷藏寺，那时候台湾雷藏寺还没有盖好，那个钢骨才生出来，都生锈了，生锈了很久，啊，没有资金可以盖。那个大老板去了一看，他说他发愿啊，把这个台湾雷藏寺整个给他盖起来。他就进去里面碰到一个法师比丘尼，碰到一个比丘尼，他就问了，然后师姐，师姐，请问卢生院的书放哪个地方？那个法师就跟他讲，那个比丘尼跟他讲，你不要叫我师姐，我是法师。哦，法师，法师，法师你好，请问卢生院的书放在哪里？这个法师是讲，我们吃午饭的时间到了，我要去吃午饭，你要那个买书，那里就是你自己去。那法师就走了啊，他去吃午饭，然后我们吃午饭了，全部人都去吃午饭，根本就没有人理他。他进到里面看了书以后回来，他就再过了一阵子，他就不理我了。是十大企业家，台湾十大企业家，好容易渡来一个，到了台湾雷藏寺就报销了。所以这个是属于舍大圣菩提心。你知道我去慈济医院吗？啊，大家知道我去潭子的慈济医院。啊，台湾潭子的，我一看，哇，这等于布达拉宫，建起来雄伟伟大，哇，好大好大的布达拉宫。我去到那里，师母先比我还去，因为是我的姐夫，我姐夫生病了。我的姐夫是师母的姐姐的先生生病住进慈济医院。我第一次去慈济医院，一进去一看到，哇，好大的广场，好大的厅堂，我就觉得哎呀完了，我们这么中完了。看到那个雄伟壮大的像布达拉宫的建筑，哎，完了，我们祖庙是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哦，他那个一进去客厅就等于我们的围墙之内那么大，他的客厅而已哦，医院的客厅哦，一看过去一望无际，这么大的客厅。师母去的时候，他们那些义工排了一整排，几百个义工排列，穿上义工的制服。人家是怎么做的？你一下车，那义工就上前，我可以帮助你吗？你要到哪一科？我带你去。你要看哪一科？你要看病人吗？第几号房？我带你去。你需要我帮助你什么？需要我帮你买花吗？帮你买这个好像给病人的东西吗？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叫车子吗？叫你
或者你要见哪一个医生吗？所有的义工全部围上来跟你说你到底需要什么。每一个下车的人，计程车下车的人也好，公车下车的人也好，只要走进慈济医院的大门，义工就上来，我可以帮助你什么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比丘比丘尼啊，有时候有一些陌生的进来，在里面绕来一圈出去，我又看到哎，这个从来很早没有看过，我就问法师，哎，好，这个刚刚进来的这个人是谁？不知道啊。法师讲不知道啊。问另外一个，我没有看到啊。问第三个，我看到了啊，你没有上前跟他介绍？没有啊，因为我正忙啊。问第四个，啊，你问什么？没有一个人，人家进到庙里来，居然没有一个招呼的，没有一个好像说。所以呢，你看嘛，图登达尔吉上师到了台湾的上师，绕来一圈，没有人理会。是我的根本上师，是我的根本上师。他到了台湾的上师，他穿的衣服不一样，他穿的是喇嘛装，不一样的喇嘛装，是九条衣的喇嘛装。他进到了台湾的上师，走了一圈，没有人理会。啊，也没有人问他，也没有人跟他问候，也没有，然后他给我 complain。他写一封信给他，到了你的台湾的上师连一杯水喝都没有。他终于遇到这个莲旺上师，莲旺在那里，是不是？对。然后你跟他说什么？法师来找他说有一个人动作很奇怪。然后你有跟他讲什么吗？他就是一边上楼梯，然后一边他就介绍佛像给我讲。他讲他就指着佛像，然后跟我说要这个66纪年为一和合啊，因此的天津这一对，跟我讲解佛像的道理。哦，跟他讲解佛像的道理。哎，奇怪了，不是你讲解给他听，怎么他反而讲解给你听呢？哎，后来你知道他是师尊的上师吗？他后来是拿出一个相簿，一个相簿啊，当中他，他拿出一个相簿出来。然后在里面呢，他是站着的，然后师尊是跟他顶礼在地上的，我一看吓一大跳，立刻顶礼他。好了，我问你，你有没有跟他顶礼？有啊。有啊。然后之后就招呼所的法师来给他顶礼。你看吗？你说这样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人进到我们这里来，绕来一圈，他如果他不讲他是谁，你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应该要亲自去问候人家。啊，你从哪里来啊？需要我帮助你什么吗？我们庙里有什么这样什么样子的服务啊？跟他介绍。啊，我们这里星期六晚上有同修啊，啊，星期六晚上8点啊有同修啊，还有另外彩虹山庄彩虹雷藏寺，
那个有附魔啊，礼拜天下午三点有附魔，欢迎他来参加，这样度众生才会，这个就是度众生的方法。我们不能啊、哦，我跟大家讲是说，没有推销就是报销，没有推销就是报销。很重要，很重要，度众生是要这样子的，你必须要有很多的人共同做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是弘法人员。这个时候不管你是比丘比丘尼，或者是优婆塞优婆夷，通通要很亲切的去对待所有来的人，让他们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觉得这里是非常亲切很好的地方啊，不是龙潭虎穴一进去他就被吃掉。所以很不容易啊，度众生真的是很难啊，要每一个教齁、哦、实在很难教啦、啊、真的。但是人家那个人家慈济怎么教他们义工的，怎么教他们义工的，教出来的义工每一个都彬彬有礼，每一个都是来这里，不是来这里好像只是吃饭的时间到了他们就来拿便当以后就走了，不是这样子的，他们切切实实是来服务众生的。这一点一定要学到，这一点也每一个人都是义工，每一个人都要去度众生，这个才是大圆满法里面所需要的。这个推销员在一个公众会议上大力鼓吹自己的商品，诸位，这种自动刮脸机很非常好，还有自动刮脸机，你们只要投几个硬币，把头放在托架上，这个电动的剃刀就会自动开始刮脸。这个听众中一片欢喜，但是有一个人大声地问，每一个人脸型都不一样，剃刀如何处理呢？推销员想说，放心，只要剃一次，每个脸型都一样。啊，只要剃过一次，每一个人的脸都会一样。这个推销当然是不行的啦，这个是不对的啦、哦、我们必须要推销自己的真佛宗，要推销我们的好处在哪里，我们的优点在哪里，我们能够让人家往生清净的佛果，我们也能够啊帮助人家身体的健康，心理的健康，我们也能够做，我们有真佛宗的秘法啊，大众都可以修习，都可以学习，可以修啊，有本尊法，有加行法，有上师相应法，还有内法，还有更秘密的法，还有大圆满法，我们的法是很非常周全的，从最高的到最低的法我们都有，那别人不一定有啊，我们应该是最好的，在修法上面来讲起来，在法理上，在整部法整个密教的法上面来讲，我们是真佛宗是最周全的，你在这边学了以后回去自己修，就会有很多的感应出来，就很多的感应，所以应该把好的要推销出去，我们跟人家不一样，不像这个推销员啊，这个推销员讲每一个人刮过以后整个脸大家都一样，不是，
我们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重法啊，重法，重这个佛法，重佛教真正实修的法，我们确实有修行的法可以推销出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每一个人都做最好的推销员。